然后这边补充一下立轴，对，立轴，立轴它跟 SY 的写法比较不一样，不一样的地方是主要是这里，摇杆的数值呢是从负128到127，它没有像 SY 那么大，这样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那个跑的那个结果。这是立轴，